I was never the one to write up a song for just anyone. I was always the one to find myself lost in long conversations. Yeah, 终于回家了，我太开心了吧！真的，真的是一年多没有回家了。在台湾念书的时候，我就以为在台湾是我最常没有回家的时候，殊不知原来因为这个疫情是我最常没有见到家人的时候。以前在台湾可能半年可以回家一次，但是因为这个疫情，我已经一年多没有见到他们了。贝贝，贝贝，我们冷静一点好不好？贝贝。啊，不会，不要让我吃。这是为什么回家想要拍影片呢？主要是因为那时候我无意间看到自己的旅游影片啊，还是跟阿宙庆祝生日影片啊，我想说哇，真的是幸好有拍影片的，就是有一些回忆哦，需要透过影片来记录当下，就是你连回忆想也不会记得的东西。啊，你要坐下来，我的车给你们弄花了喽。今天也是带他们两只回家，因为呢，我阿宙非常非常喜欢杯杯，我的家人们都是第一次见傻牛，除了我大姐，所以我想说，他们应该很兴奋看到傻牛。牛牛，你兴奋吗？牛，杯杯，你的喘气声可以小一点吗？杯杯只要坐在我的腿上，他才不会讲话，会静静。等他一个人的时候，他就会这样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啊，不会坐在后面也不会讲话，讲话不是这样子用啊，那个是出声音。我不想理他，不想理他。今天也就顺便带你们看一下我在 JB 的生活，真的是朴实无华。各位回家346 km， 然后还要回到我家，360左右。哎呀，常勇，可以问一下我现在几点吗？几点了？5点了。现在5:44。那你手表没有打开，你还看到东西呢？我刚刚 post story 也是很多人问我什么 brand， 我看来大家应该是很想要知道什么智能表这样子的情况，是不是？这个是我新的小玩具哟，华为的 GT3。买这智能表嘞，其实也是因为我最近有一点点的胖了，它就可以督促一下你自己今天有没有运动啊，有没有 hit 到 target 啊，很适合我现在想要有氧健身的人，然后很想要减脂。哎 ，Hello sir， you too over 了啊。然后呢，这个表最吸引我的是它不是一日一重，它有分42mm 的可以耐7天，然后46mm 的可以耐14天。我用过其他牌的智能表啦。就是一定要一日一充，只可以那8个小时这样，所以就有时候就很闲啊，就不会想戴。对，它还可以记录你的睡眠，你可以知道你自己是深度睡眠还是浅度睡眠。我昨天呢就睡了6小时34分钟，我只有深度睡眠1小时，也就代表哦，我其他的睡眠哦是已经很不好啊，很浅。这个智能表其实还可以看很多的，还可以看你的心跳啊，然后。还可以看你的 stress 啊，还可以看你现在温度多少啊。最主要我太喜欢它不是一日一充这个功能啊，对我来讲很方便。然后我是 set 给自己的一个目标，大概每天早上6点起床，帮我做到吗？我要赶在拍摄杂志之前可以减脂成功，每一天都跳1000下。你有华为 GT 器可以督促你，肯定是可以的。苏珊，加油！够力，我今天一定包赢包搞搞。小牛。I was never the one to write up a song for just anyone. I was always the one to find myself lost. 耶，经历了4个小时，我终于到家。接下来给他们看小妞。Hello， 记得我吗？哎，妈咪。妈咪不见了。哈哈。哒哒。小妞很怕耶。他怕。他怕。全部人跑到马来西亚，因为我家人其实不太喜欢上镜的。像我们喜欢。西来西西，西来，东来北来，西西还记得我叫什么名吗？啊，我
叫常勇，我叫什么？常勇哥哥。常勇哥哥帅吗？怎么你是胖狗？怎么弟弟这样画？耶，现在已经12点了。Kiss 姨姨。刚刚塞车塞了4个小时，真的太累了。我还在想，我到底要休息呢，还是明天早上起床？我不要6点了，我可以7点、8点、9点这样子，就是总之就是一定会跳到神为止。好嘞，各位，我们明天见吧。这样，明天见，明天见。哇。耶、yeah, ，早安！刚刚呢，就是跳完绳，结果还没有达到目标。本来讲说要跳1000下，300多下的时候，肚子就超级无敌痛。早上也是拉了很久，我是不是我昨天吃太辣？然后我昨天只睡了5个小时50分，我好像 deep sleep 就只有1个小时多而已，每一次都是这样子。跟他讲嗨，大家很久没有看到 CC 了嘞，你是不是觉得他穿睡衣很丑？他妈妈也在旁边这边扭眼看，然后我现在要吃我的早餐 ，Hello， 今天早喝一个黑咖啡，还有面包。他睡了吗？他可以吃啊？哟，怎么给人家小时候就没有睡啊，就冲西？姨没嘛？那小孩子不会讲骗话啦，看到吗？做菜就做菜，那边要破鸟蛋来给我转一边去。汤哥，今天是狮子汤。我没朋友喊了，他还是遮脸的。你们做梦 ？Record 要做记录的，这样才会有回忆，你们懂吗？心惊。哎呦，我肚子真的很不舒服啊。我要怎么拉屎？哎呦，没有要讲大便。起码通便啊！各位看我的欧奇，那天去跟米奇欧玩玩那个越野车，然后我直接一大个黑青，姨漂亮吗？点头。OK， 好，我直接剪掉这个画面就好。OK， 谢谢啊。给牛，给。现在要去我阿公的店，如果有看我 story 的，应该也很常知道，我很常去我阿公店吃东西啊、玩啊。那我有把他带去，等一下常勇也会去，所以我们等一下会去那边面。哎，我也来到我的店。哎呀，我看不到你。臭腰还老腰，阿公，哎，想吃狗肉吗？啊，要啊，这里有一只。好吃哦！我要来个狗肉面粉果。以前呢，我就是会坐在烤德这里，像个老板娘这样子，就是在外面没有办法这样的，只有在自己阿公店可以这样。你等我看看烤德，我最记得什么吗？什么？以前中学的时候，不是来你阿公店吃东西，然后我们都会把钱塞在这边，你阿公都不要给我们收钱。阿公还没有哦。啊？这么慢的？你可以不要逼到这里来嘛。老妖。阿公你不老，老脚比较慢，你都还可以再煮东西。80岁了咯。阿公没有染头发、啊，明天要染头发、啊。自然就好，自然这样比较好。我帮你剪头发、啊。我帮你染头发、啊。各位叔叔生气哦。你给我剪掉。因为这里没有他喜欢吃面粉果、啊。哎呦，明天。啊，可以，明天可以。阿公，这里不要做，我要把蛋头给我。啊，没有，现在没有。他一直念，我还要吃把蛋头。没有得吃，现在没有做了。阿公跟我讲，他有钱了，所以不要做这些。没有了，阿公就老了，不要做多了。哎呦，水查甫嘞！常勇，阿祖不要哭，阿祖。无啦，无两年啦。阿祖，无啦。阿婆。一年，有水去无？有啦。有哈，我丢，我讲啦。不会小本。哎呦，就不要做这款呀。
做毕业，他做耶。我呐。啊耶。哥伯。真水。他刚刚用很神情的表情看着我。阿妹，你真正水耶，啊是不是？哥伯是不是？我们到家了，妈咪现在要炸葱头油。他累了，老师，你跟他玩到他累了，他要去睡觉。你看我是不是讲真的？可以给大家看，这个是我生活18年的房间，很小很小，真的是连走路都很辛苦的那一种。我睡的床呢，已经是变成他们特奶的地方这样了。然后呢，我就放他们在那边睡。哇，开始的。我跟你们讲，以前哦，我小时候哦是完全不吃葱头油这种东西的，都慢慢的被我妈咪影响，我开始很喜欢吃啊，这种面汤啊就一定要放葱头油。啊，要好了耶！这，那各位，我现在想要小休息一个小时这样，因为呢有点小伤风了，等一下休息了一下，然后就去找阿公阿嬷玩一下。今天就是 Family Day。在家里吧，我就走了2800步哎，我觉得这个很厉害，还是在记录我的心跳。然后我的最高心跳是170，我想那个应该是我在运动的时候吧。然后最低是54这样子。起床了，现在6:17，给你们看，肚肚疼。哎，哎，我在阿公家读书了。好假的，可以吃可以吗？也要吃。啊！啊！摇头呀！很久哎，你，今天呢有运动了400下，今天呢�睡了7小时45分钟，今天是睡得最好的一次啊！我偷吃一下鸡蛋。我最爱的蚕豆蛋，还有三八虾，还有阿哥。新的一天，毕业。哎呀 ，cute 吗 ？cute， 可爱。阿妮。啊，阿妮。也没敢叫阿祖的呢。嗯，好吃，这是我最爱的菜豆蛋。不过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哦？我很喜欢把全部菜哦放在一起，然后一起吃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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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没有人要理。耶，我们现在准备回了。回之前呢，我们要去神庙拜拜一下。各位，我们就到了我家的神庙了，主要是求个平安呐、啊，顺便就求一下可以赚多点钱。祈求长永赚大钱，长永赚大大钱，好啦。猜我求什么？你求我赚大钱啊？不是，求皮肤。太肤浅了，这个愿望。长永赚大钱，长永身体健康。唐勇花来翁啦耶、yeah、哎呀唐勇赚大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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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唐勇花来，我把你愿望洗掉。妞妞很可爱，他脸被吹到哎呀他的头发。好嘞，各位，我们的 JB 行程结束了啊！这次很难得回到家，但是也只回一天，是不是很chill？开车的很累啊，尤其是
哎呦，我问要不要换我耶，别自己不要的。所以，我这么辛苦载你回绝壁，有什么礼物吗？华为 GT。哎，真的很方便哎，我真的觉得。我现在一直时不时会看，然后看一下自己的心跳，然后再看一下今天有没有睡饱。我今天就我在冲洗吃到一半，然后我就手很忙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就刚好电话来哦，我不太懂他是不是需要借耳机了嘛，所以我就哎呀随便拿先按一下，我以为是手机这样子听的，哎，我想说哎怎么手表这边会发出声音的？给你们 try 一下那个功能，我按接听，喂。出声啊！你看超清楚，大家有看到吗？超清楚，大家有看到吗？我想要买华为 GT， 可以买给我吗？真的好厉害哦！刚刚是超级 surprise 我哎。好嘞，我们的回家的旅程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我们回去又要开工啦，大家拜拜。对呀、哦，还有一点值得提的是哦，我记得我在去之前，我的电量可能才88这样子了，然后我这三天啊几乎都是24小时带着哦，它现在才到58%的电量，哎，觉得这个地方是真的很省电的，就是不用一直充电。好嘞，我现在又要去运动啊，各位。